这是我2021年的年账单，感谢。而且这一年啊，我吃喝玩乐一样没来，还换了一部手机，一年365天，平均一天就7块钱都不到。本人作为客搜行走第一名的金牛座啊，翻遍了全网几乎所有的省钱博主，加上我一个月将近184次的购物经验，整理的这四个能让你钱包满满的省钱博主，不穷不许看啊，各个领域都有最后一名。没想到美食领域你就不说威脸星，从关东煮海底捞到肯德基麦当劳啊，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他扒不到的美食供应商，大牌美食直接两手搞定啊！跟着他吃，零食自由，无人梦，无人梦，无人梦。有的零食是不是还得去买个收纳架？那你就去搜开价大魔王男仔，和我一样可以省钱的金牛座，小到桌面收纳，大到家具家装，衣食住行他都给你省得明明白白。我这些收纳盒啊，都是跟着他买的，质量好，价格低，一年省下一套房。买彩妆就看陈时安，有一个人不知道他，我都会很开心的。几十块的彩妆扔出上千块的效果，它不香吗？真香！哎呀，想买衣服就搜果儿刀了，他分享了超多衣服、包包、鞋子、首饰的大牌同源店，几十买大软，半价买优啊！赶紧偷偷收藏，让你的傻子闺蜜原价买去。买这些白菜价就能买来的快乐，你还不赶紧骂我？你们还有什么省钱技巧？记得评论区跟我分享分享。你们会不会经常有这样的疑问？哎，我小时候明明长得挺讨喜的啊，亲戚朋友见了人人都说好看。但随着长大啊，你就会发现你自己越来越丑，不仅没有小时候那种可爱灵动，还经常感觉自己老了10多岁，每天不是容貌焦虑就是身材焦虑。看着照片里面从前的自己啊，你是真丑啊。而身边那些小时候没有你好看的人啊，长大以后直接逆袭，越来越美，颜值巅峰。于是你对自己发出灵魂拷问啊，我到底是哪儿出问题了？来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变丑那都是你自己作的。以下这四个耽误你颜值的坏习惯只会让你越来越丑，丑出新高。如果中招了，抓紧点改，逆天改颜那都分分钟的事儿。把你那些个什么熬夜冠军姐妹都拉进来看，一起变美。第一个就是挤痘痘，如果你是那种青春期很容易长痘痘的皮肤啊，你要用你那个大脏手去又抠又挤，那你那毛孔啊就会越来越大，痘痘就是越来越多，最后你就烂脸了。其实这种时候啊，你只要用对适合自己皮肤的护肤品就行了。第二个，墙憋3级，家人们，这个我真的是纯纯无语了。我同事坐在我旁边，基本一整天不见他去趟厕所，我就问他说，不是你不憋得慌吗？憋呀，但我想等等再去。后来前段时间我们公司组织体检的时候，好家伙，他的肝和肾多少都有点问题，他硬是给憋的呀。这行为真离谱，坐火箭啊，离谱上天了。当你身体处在憋着这个状态时候啊，你身体里面毒素最起码增加5到10倍，你整个身体的新陈代谢它都会受到影响。第三个，睡觉侧一边，长时间喜欢睡觉侧一边的啊，你赶快照照镜子，看自己有没有大小脸，而且是往哪一边侧，你哪一边法令纹就深。最关键的是啊，你长期这样侧躺着刷手机，你两只眼睛的受累程度就不一样。那恭喜你啊，你不光大小眼皱纹深，你还眼睛度数差别巨大。最后一个，单边咀嚼，如果你只用一边脸长期去咬东西的话，这边咬肌就会越来越大，面部呢就不对称了，不用的这一边啊就很容易得什么牙结石、牙龈炎。最好的办法呢就是两边一起嚼，左边嚼两下，右边嚼两下，一定要给它做对称啊。以上四点给我反反复复七上八下的砍完啊，拜拜。几乎全网人手一条的裤子，他买100块，他买60块，可他只要29.9块。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？花比别人贵的钱，买到和别人一样的东西，你难道真的觉得自己会买东西吗？以我每个月至少买上100件衣服、包包、化妆品，甚至是宠物用品等等总结下来的经验啊，连夜给你们整理了100个网购省钱关键词，全网没有比我这更全的，快艾特你的冤种闺蜜，一起省他1亿！咱们每天都要用的洗脸巾啊，一包10块，用完舍不得扔，还得擦擦桌子。去搜美容院洗脸巾。5到10块钱这么一大卷，人家可是论斤卖。夏天肯定要穿小裙子露胳膊露腿吧，脱毛刀一定得安排上，好一点的就要几十上百块。去搜医用背皮刀，10支还9块9包邮，效果几乎没有任何差别。化妆刷收纳桶，你搜笔筒，10倍的差价啊！咱们女人的钱也太好挣了吧。想运动买瑜伽垫啊，随便一搜就是80-90块钱，你试试搜男士健身垫，也就是一杯奶茶钱不到。一双潮鞋几百块，但你搜潮鞋儿童码，只要个0头，37码以内脚的大小啊都能买，随便穿。最后一个属于咱们铲屎官啊，猫粮储物桶少说得40-50，但你搜米缸9块9还包邮送到家啊，真是人不如猫系列。100种真的不够说啊，全都分门别类给你们整理好了，自己截图，500块钱过上5000块钱的精致生活啊，那都分分钟的事儿。拜拜。